香港年薪百万打工人的一天，好标准的普通话。今天约了家里的美女们一起过节， Let's go。 大包小包的辛苦你了，小小男子汉，先出去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边走边念叨，也太可爱了。我哋放假都系食面，呢间牛腩面好正。中午简单吃点，好留着肚子晚上吃大餐。弟弟，好期待啊！这家餐厅我四个月前就预定了。环境不错吧，大家？即系点解就会有个老店经营？点解佢哋一定要开？现在是送花环节，好多选择，这可难倒小帅哥了。选哪个呢？边个识啱婆婆？好啦，攞俾婆婆。绕好大一圈。家里就这么一个小辈，烘托氛围就靠你了，我的好大儿。接下来进入主题，中国风筝的 YYDS。 这个好奇宝宝，别说我儿子，这设计我看着都目不转睛，沉浸感十足，很适合重要的场合来吃饭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举镜头了。好了，最后祝所有妈妈迟到的母亲节快乐。